下面请您欣赏山东二黄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这走了三个人啊，啊，仨人准是岳云鹏的粉丝啊。嗯，拿完钱了，鼓完掌走了啊。嗯，跑跑跑！下回我告诉黄牛不卖你票。嗨，就指着黄牛呢，是怎么着？快12点了，可不是吗？得让人回家，该睡了啊。国家开放三胎啊，有什么关系呀？这个。不重要啊，刚才是岳云鹏跟孙越，是让他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换上我们老哥俩来，那这是第三次上台了。新年新气象，是以后不说的话不说，就啊，压根儿就别说了啊。那好，算我没说啊。愿意跟谦哥在一块儿合作吗？真的啊，这后台我最好的朋友有俩，哦，一个是谦哥，那肯定有我；一个是高峰，哦，还有老高。这俩坏蛋说在的，怎么成坏蛋了？真的啊，你们老以为郭德纲还欺负人了，这个那个了，嗯，你们是不了解真实情况。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呀？这俩人欺负我半辈子，您这有点过了。你看，列位您评评理啊。啊，老高比我们小几岁，是我比他小4岁。哎，啊，按说来说这是老大哥，对呀，他得疼我们俩人，我就这么做的呀。但是。他把我跳过去，他跟高峰私交更好一些。嗨，我们俩住得近，接触得多，打小都这么大的时候在一块儿啊。小朋友边边大的时候，这俩人天天算计我。我们怎么算？我印象特别的深。你说说，就有一年冬天，我先跟各位坦白啊，我也上过学，但是沾什么数学呀、啊，什么就这个，我实在是不灵。哦，数学不好，语文还行。哦，啊，要不前些日有记者问我，什么时候你们上市，把我气的呀？啊，我要识数，我还干这个？上不了市了。上不了市啊！啊，打小也是如此。嗯，啊，对数学不爱，这俩人诚心问我呀。啊，哎，1486万乘以2597.4，等于多少？还点四？那。我也实在，我还跟人算的，还掰扯，这手指头就能掰扯过来，那能掰扯得了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嗯，俩人乐坏了。啊，罚你，怎么罚呀、啊？罚你喝水。哦，喝点水。吃面那大花碗。啊，温水，让我喝。嗯，咱倒是认头。那是嘛，没算上来呗。啊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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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喝一大碗，愿赌服输。俩人又问我。嗯，刚才那个数减去一等于多少？这好算。嗯，算，不知道。那是不知道。喝水，再喝大碗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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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一碗，我又喝了。嗯啊，刚才那数乘以6等于多少？老是刚才那数，倒水吧，给我啊。啊，那可不是倒水吗？噔噔噔噔，小孩这么大的花碗一喝，喝了4-5碗。嗯，这俩人乐的都不行了。那是啊，咱出去跑会儿吧，就我还跑得动吗？一肚子水，那可不呗。嗯啊，出去吧，站在门口站这儿，好家伙，一晃动，肺叶子都飘起来了。好家伙，喝的呀，这俩人乐得不行了啊，俩坏蛋，编排人啊，俩人站院里，他俩玩的挺高兴。嗯，正是冬天，啊，他俩人也逗，你敢舔这铁门吗？我就站在台阶儿，离老远，我看他俩啊，这俩人不带你玩，我们俩比赛舔铁门，不带你玩啊？哎，于谦一伸舌头啊，啊，舔大铁门，有点生活常识您就知道了，嗯，就粘上了。高峰乐坏了，他也瞧我笑话，你那么舔一定会粘上，是吧？那应该怎么舔呢？你看我这个啊，来，也粘上了，俩人都粘上了，是啊，哎，真害怕了，那是拔不下来呀、啊。嗯，我其实就是害怕，嗯，跑又不合适，那都是哥们儿，俩人跟那叫唤，我赶紧过来，啊、我这怎么办？嗯，怎么办？啊，我这怎么弄？他俩人跟那
开开那开去，开这叫我们救不了啊，就是说不清楚，对吧？街坊大爷出来了，就没有你们那么淘的，哪儿干这个啊？尤其这俩，好家伙，这俩小玩意儿怎么能填铁门呢？是不是？别数来了，怎么救啊？这是啊，你说我，你还不救他们呀？是啊，大爷怎么救啊？对呀，去弄点水一浇就行，弄凉水，凉水不更坏吗？那怎么着？来点温乎水。浇在他俩人舌头上。哦，你看，我都没想到，就他俩人就提前就想到了这个工作，啊！后来我们仨就跑着满出去玩去了，就特别。你不是我怎么？你倒把那救我们的过程说一说呀！我怕他们给剪了。你缺德不缺德呀？我们所以说，我们三个人这个交情是你们各位不了解的。哎，交朋友嘛，就这么交出来的。哎呀，这个想想也很开心。啊，这都是童年趣事。我在我们来讲没有什么有趣的事，因为像这种事儿呢，比如就是舔铁门这个，我记得我们童年时代大约两天，他们俩就舔一回。是啊，这也太不长记性了吧，我们。他们是为了让我的数学能提高。我以为我们上瘾了呢，喝的呀。一晃这么些年来，我数学也没有怎么提高啊。是，但撒尿啊，但是我们的交情，那是，一直是这么好。哎，对啊，真的，我跟老高真是拿他当我们亲哥哥。那我就虚长几岁，我大一点。那会儿一看谦儿坐着不说话了，啊，我们俩就吓坏了。哦，老大哥不说话，做小兄弟的敢搭茬吗？真有事儿啊！半天试探性的问。谦儿哥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哦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怎么办？谦儿哥就这馅儿大了。是我兄弟吗？嚯，是大哥。嗯，您吩咐吧。嗯，你们俩要听我的话。听您的话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把我搀起来。这么大份，一边一个。嗯，搀起来。大哥，搀您去哪儿？嗯，灌肠。哦，你跟大哥说话我们就听啊。是啊，哎，我们扶着他到医院。到医院挂号得问呢。嗯，我们大哥灌肠。什么病？不知道什么病，大哥命令必须得听。护士也小孩这个，那你们俩外边那个灌肠的进来吧。嗯，给钱儿弄到屋里去灌肠。哎，我们在外边等着不放心的。啊，好长时间这才出来，出来一看他都哭了。哭？我想吃油炸灌肠。嗨，哎，我上医院干嘛去呢？让你们俩送我上这儿来了呢。啊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哥仨好的还是像一个人一样。是一个人吗？那是开心呢。 啊到后来说相声了。嗯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感谢谦哥。您又客气。没有，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儿。嗯，但是也是最难的。哦，还难。四门功课。哎，说学逗唱。是，嘴里得干净，得清楚，能表演还得各种学。嗯，还得能唱。是，唱指的是太平歌词，这是本门唱啊。说相声必须要会。嗯，唱两句你们听听好不好？好，这好。哎，好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就算唱完了。嗯，哪儿就唱完了？唱一什么呀？嗯，这儿喊休息红，那儿喊叫小帆，这俩没有一个是太平歌词。嗯，好。啊，好好好。哦，啊，还真是有外行。嗯，唱两句你们尝尝啊。夜半惊深了，因为大部分观众好几千人都睡着了，咱别吵醒大家啊。啊，你听着啊。嗯，我得小点声啊，我不能把观众闹醒啊，不合适啊。嗯嗯，庄公。行了，没有睡的了啊，你们睡你们的那事儿。嗯，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
骷髅倒我的尘埃，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，那半边儿红来半边儿白，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，不要粒儿指的是女裙钗，用尽咱这个巧牙关关下了腰骷髅骨，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换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才。好，一整段儿，这叫太平歌词。哎，就这味儿的啊，一唱起来是这个风味的。嗯，这是我们专业要学的，必须的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他的就都是学唱，只有这个叫演唱。是是是啊，你包括什么和声啊、叫卖呀、小曲小调都得学。您说叫卖吆喝？哎，马路上吆喝，现在没有吆喝的了。现在哪有吆喝的？是是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个购买的方式跟过去也不一样了。对呀，啊，你看现在拿手机一扫就花钱了，就电商。你也没想到吧？现在这个技术把小偷这个行业取消了。对，是不是他不能偷你二维码，是不是没有用？嗨，过去啊，你比如北京城啊，卖菜的、卖这个、卖那个，那个吆喝都是街头一景。哦，你卖包子的，包子的，卖包子过去不也吆喝吗？怎么啊？包菜好卖我的面儿嘞，尝着包拿着包，尝尝包儿馅儿的呗。啊，这是汉叫的包子。哦，哎，贵叫清真是另一个味儿了。小伙计儿，回叫怎么叫唤？新热的铁哩哩，包热的哩，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。嘿，这小童子音儿，贵叫清真。人家这么吆喝，哎，就这些个吆喝，这都是我们的老师，都得学啊。包括小曲小调啊，什么这个各种曲艺曲种啊，我们也得学。还学什么？你看，比如有这么一种窃弦子书，现在也见不着了。窃弦子，哎，有大鼓满了慢的打，这个三弦儿就满了慢的蹦。有小段我就不说，把那大段就奉将命功。昨天我唱的本事啊，搬了本的捧功难，还有这么两三段啊，没有把它叫得清。窃弦子书，你瞧啊，有点意思。现在这个也没人唱了，这没听过了。你别看这四句啊，啊，这四句是我师父侯耀文先生教我的，哦，摊传授。这是他小的时候听这个北京老艺人唱，他说这四句你把它学会了，哦，啊，我就把它继承下来了。你还再没听别人这么唱过，所以您会吗？得跟师傅学。嗯，你看有时候他们串闲话，有时候，哎呀，郭德纲拜侯先生，侯先生什么都没教他，不能瞎说，啊，慢说我师傅还教我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就算没教你想一个道理。嗯，唐僧教孙悟空什么了？哦，是不是？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再也没有人说你这泼猴，没人说了。哎，啊，这很重要。我们这都从小学这个的，都拜师学艺啊。尤其学相声之后，老师们确实对我们很好。嗯，就把我们分别搁在不一样的地儿去学相声，要学唱，学京剧就搁在京剧团。哦，学评戏搁在评剧院，真下功夫。哎，有梆子唱腔送到梆子老师那儿。对，就这段唱，你得跟弦儿能唱起来才对。嗯，那会儿我就学这个评戏什么的。嗯，送到评剧院。对，你喜欢评戏。谦儿哥喜欢京剧。对，送到京剧团。是于老师那个人缘，那会儿我们都羡慕都不行了。打小就人缘好嘛。哎，那会儿啊，只要一说，哎呦，谦哥一进了京剧院啊，嗯，就京剧团这帮老头就围上来了，围上来了，一大帮老头就喜欢他呀，就有人缘嘛。扫地的王大爷，烧锅炉的赵大爷，啊，拉大木的孙大爷，做饭的李大爷，就都爱，有一个唱戏的呀，
怎么全是大爷呀？人缘啊，人缘啊。哦，我一上平剧院去，好家伙，青衣花旦，就这帮小姐姐四十来人就把我围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谦哥不错，谦哥后台的孩子们谁要不会了，谦哥愿意给人说。我倒不保守。哦，谦哥给孩子们说戏的时候很可怕。怎么可怕呀？你看我跟徒弟们学生之间，不会不会你就练去，你努力，我顶多你不用功，我不爱看你，淡你两天，不搭理他，他不行。我呢？好家伙，他真打呀！啊，学生一不听话，于老师，我那花椒木又拿出来了，脚边戒尺，我什么玩意儿都往那儿塞呀？我怎么了我？你这裤腰带上不有一卡子吗？对吧？我穿裤子了吗？你就说是你孩子们害怕，哇，这就害怕呀！害怕是惊讶呀！家伙，就这脚边啊，疙里疙瘩，还是花椒木吗？这不是挺好啊？哎，所以说好多孩子，在于老师的督促下吧，啊，都见长。哎，这应该严格一点。你看，包括今天的后台这些徒弟们，岳云鹏是刚才在台上尊敬谦大爷这状态，你们也看出来了。我们爷俩关系也好，对不对？你看栾云平是栾云平喝酒不用菜，那他想想谦大爷就喝一杯，打我下酒呢，是吧？张九南那来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孩子，是于老师教完了，那孩子狗一样的人才。这狗里狗气跟我学的感觉。您那儿有那个养马场啊？众多牲口都在您那儿啊？哎，对，高九成，高九成大胖子，对，多老实，捧哏那个。他来捧哏，但是现在捧哏他也能站外边唱几段，哦，都是在于老师那儿训练出来的。艺多不压身嘛，不唱他真吓唬你啊，对不对？打，哎，九成，快来，哦，来。过来过来，这站这儿的孩子啊，在学，在咱这儿上学，于老师吓唬过你吗？要是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孩子你怕什么？你直接说你啊，你别捂屁股，没事。啊，没怎么打过我，没怎么打过，没怎么打过呀，就一回，就一回。你看看，你看，我当时就一下我就懵了，就不知道后边事儿了。你看看，你到今天才行啊。没听说到今天才醒，哎，醒了吗？行了，还没醒呢。行，不行就拔那花椒木了啊。九成能唱，唱的还挺好啊。给大伙儿展示一下于老师的教学成果，好不好啊？来来，给大伙儿展。九成，京剧、评剧都行。先来两句评剧，我们听听。评剧，评剧也可以。先来两句，哎。刘伶醉酒那个。可以呀，可以。来了刘伶，好酒定难安。好，好，就这个，就这种发音位置，就这个半男不女的，这个可不好唱，你知道吗？男的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唱不行，得唱出童音来。童音，这个嗓子，人嗓子是肉的。啊，有的人说这个演员唱的就像两块上等的紫檀木碰击在一起似的，就说那个甜劲儿，说这个演员不行，这演员嗓子就像棉布包着暖气片光光的似的。嗨，说那个演员就像两根花椒木的撞击似的，那就差着了，就差着了，就拿一根，哎，一根啊，花椒木，行了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就好像这个，哎，听完之后，观众有的像喝了一杯酒似的这么陶醉，哎。有，哎，有的唱观众就像吃了一碗馄饨似的，有的馄饨还没有馄饨，但是还怎么老有这来了，不重要。哎，刚才唱的是评剧啊，把那京剧给大伙儿再展示一下。京剧啊，京剧我唱一那个桑园会。桑园会秋胡戏妻啊，太棒了，来，哎，还等什么？秋胡打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鞍马铁忙，坐立在吊鞍勇王，见一位大嫂手攀桑，前迎好像罗妇女，后迎好像我街坊，奔当下马将妻人，且知
错认了民那女罪非常。好，不错不错，先回去休息去吧，回去休息吧。哎哎哎，确实不错。好，听出花椒木的味了啊？嗨，没有这个了。哎，这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。哎，说相声入科之后，学完之后，学会了正唱，就要学山东二黄了。什么叫山东二黄？就是这段桑园会秋胡戏七啊。哎，要用山东方言演唱。那怎么唱啊？哎，我们学的时候都是，哎，一个是学山东方言，嗯，一个是学河南方言。哦，都得学。哎，像这出戏呢，有山东的唱法跟河南的唱法。哦，那您给我们学一学这个山东方言。哎，山东的呢，跟这个河南的区别就在于语言的运用和它词汇的排列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你看京剧啊，这是咱们唱的西皮流水，秋胡打马本家乡。对了啊，但是这戏在河南戏唱的就不一样了。河南戏怎么唱？哎，河南戏唱的是花折，这什么叫花折？这一句一折啊，就是没折呗。裘大夫催马奔山林，奔山林人臣。对了，行人路上马蹄忙，又改江洋了。俺一曲杨柳像根棍儿，哎嗨，回来杨柳发叉子，哟，紫竹林用木去。里边坐着个小娘们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前影好像罗氏女，后影好像我的妻，有心上前把她问，错人民女我是咋的。哎呦，这味儿，这是河南的。哦，但是我们在山东二黄里边充分运用了相声的各种表现技巧。是吗？山东话、山东字、山东味儿、打嘟噜、土语，什么都有。哦，什么味儿呢？那一唱起来更热闹了。您学一学。哎，秋胡不能唱秋胡啊。哎，要是秋胡，把这山东味儿出。哎，秋啊胡啊，打马是奔那家得里，行也那个路我啥是马不停啊蹄，字音咋下了品呢？难度一我的音色小，撇加撇也撇复撇莫撇字又撇起呀，在前堂死了别呀，高堂的母啊，在后堂死了别呀，咋得起呀？夫妻门分那别大门里，他看我这个，我看他。滴滴点点点点滴滴，这把这的泪悲啼呀，肚子为饭那帮啊，早了饭甩领着，三穿六过就够把这人马要多，我只金花衣呀，坐只在吊啊安呐，永不去管之间那个我只也被子追赶，要外你一霎时无名大火腾空而起，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，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，什么玩意儿？哒哒啦哒滴哒哒啦哒啦滴哒，三国战将勇，手推赵子龙，长坂坡前逞威风。这不大大起大这个大堂，腾个隆咚一见角色名贵喜，楚王爷一见那龙歇息，他风撒头戴着五下仙拳蟒袍腰横玉带足，他朝靴左拐在朝里，在朝中响了起家中事，上金殿这个我爸奔那个一奔一奔奔奔八奔走单骑。老师傅别唱了，他已经到点了。真到点了吗？到点了。本大响个钱将起，别唱了，到点了。怎么到点了？新年快乐，快乐。我还以为啊，唱着唱着龙套上来了呢啊。到点了没有啊？真到点了。行嘞，太棒了啊！不用倒数了吗？没有倒数了。没有，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差那么两秒，你知道吗？不能，你下去的时候11:30啊。哦，那来吧，先给大伙拜年吧。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！哎呀，这个他们上来搅和啊！那咱让他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吧，好不好啊？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！导班来，导班来，哎，岳云鹏啊，哎，
来德云社18年了。马上，哎呦呦喂，刚18年，十八年啊，刚才17年了啊。对，来吧，给大伙儿表演个小节目吧。大家想听什么？只要我会，过年了，咱大家开开心心。五环，五环，我们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么些年还听五环。最亲的人，好吧。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辽东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感谢这人间爱，传承了千万年。大家没什么情绪啊，新年快乐。狗子，狗子快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好多人都是狗子的粉丝啊，来吧，给大伙表演一个节目吧。哎，师傅，我不叫两声，这个要求太简单了。师傅，我就不，我就随便给大伙唱两句吧，唱的不好听啊。啊，我看到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静止着。什么玩意儿唱的狗里狗气的，这是啊。阿炳，你们看看这饼里饼气的，这个新年了，唱一首我的单曲发财，饼哥带你发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刚才是不是过去诈骗犯？这单曲呀，这干嘛呢？新年祝福吗？再来两句啊。发财哥，吉时吉日吉如风，这个丰年丰月如风增，增福增财增长寿，这个寿山上水柱长生。关键是吐字清楚，是吧？哎，嘿，啊，太棒了，表情真好啊。曹浩洋，刚才那个病人是你带来的吗？啊，是是是，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来啊，我来一个，这我也没准备，这样我演一个那谁，那张九南刚才没演的节目。好，好，好。这是一个四眼狗，说说这个孙老师今天准备了啊，孙悦，来来来，快来！没想到的事情啊，这个曹浩洋把我节目演了，你演不了那个，你也不像个狗啊。哎呦，给大家拜年拜年，不来个绕口令，瘪玻璃棍儿，对。不打，来给大家拜年拜年拜年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回学什么？学个大象啊！不要提他原来的工作啊，学不像了。李云杰，快来给大伙儿学个写字儿。我还挺太写字儿，来，我还挺紧张，给您唱段失传曲目，叫《苏三起解》。这可有年头没人听了啊！哎，李云杰在京剧《青衣》里边是正经有师承的啊，他是跟杨金明学的。对，这叫师承啊。苏三，还行吧，各位啊，有点干。红土鞋，江山爱在大家前为曾开眼我心，好藏国王的句子，听我演那一位去往南京，对于我们三王差不多得了，哥啊，这么多人当宝华。栾云平，本来他外号叫栾副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本来情绪刚刚搞起来，我不要让我给闷回去，谢谢大家啊，这就完了啊。来，高峰高老师，快来。来到了南泥湾，南泥湾好地方，活不了啊，找了命啊。来，普云龙，老愣来一个，恐龙，瓦蓝蓝的天上飞，老愣，嘿嘿，一周年，还真是啊，这个老愣一周年，去年是在这儿吧，啊啊，侯爷演一个嘛，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来一个，这么多年了就没演过，憋了好些年了，好家伙，叫小帆吧，小帆吧，行吧，我这个。这郭老师都不会啊，听我这个啊，
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心中记心间。站立宫门叫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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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拦拦着点啊！叫小凡，叫小凡，叫小凡。哎，行。怎么样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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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没兄弟嫂了。哎，这回到于老师了啊。新年新气象，对吧？那么多孩子，那么多孩子，您看看有一个吗？啊，来您来您啊！于老师，什么来段？哦，大爷，您唱一个，我们只要我们会唱，我们跟着您一起来。你们不会唱？来一个，来一个！不唱不唱，来来来来，于老师，过年了，您怎么了？侯爷都唱，您要不唱，说不过去了。大爷，一个有您俩师兄弟啊！您看啊，连孙胖子，您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我们俩人是丢完了，就差您了。来个正底，好，咱不能全军覆没，哪儿宣扬你狗叫？来，于老师啊！哎呦，你这个没事，您随便。哎，这个咱这样，您一年就唱一回就行。哎，对，嗯，那个。我还唱几句京韵大鼓吧，可以啊，好吗？可以，就咱们这两句啊。哎，好。古代列国多奇闻，俞伯牙汉阳抚琴玉。知音巧逢钟子期，对答把琴问，意气相投又把香焚。好，吓我一跳啊！谁吓谁一跳？吓我一跳啊！这个，反正今儿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，您喜欢谁的也都有。这一年风风雨雨的走过来了，其实是得亏了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啊！这个时值年终岁末，这场跨年咱是演完了，咱们期待之后的封箱吧啊！嗯，你们今儿演，你们散了别走，就在门口等着，嗨，等着封箱开票啊！等着封呢那个。那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给观众唱一个吧，好吗？好，好嘞，来往前站啊！嗯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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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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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！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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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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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婆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。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！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您来到天桥德云社剧场观看我们本场的北京德云社相声大会。
那首先呢，就请您欣赏快板《单刀会》，表演者朱鹤松。三国纷纷民不安，东吴西蜀汉中原，那曹操占了中原地，刘备皇叔嫁作在西川，在东吴坐下了孙权主，六郡八十一州他占据了江都的半边天。这一天孙权嫁作在银安殿，文武大臣来占班，黄门官站在了丹池，一声喊：“众位大人，你们请听言，哪一家有本出班早奏，要无有本咱们卷帘朝散请假还。”言还未尽，有人搭了话，在一旁装过来东吴的大夫官，此人姓鲁名肃，字子敬，撩袍端带走着银安，口尊声主公：“臣有计献，我为的是山西蒲州的关美然，他霸占咱们荆州，归他们有。我在江边设摆了宴，怕只怕匡扶容易的秦虎难。我请着关羽到这边，言还未尽，有人搭了话，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老相官，此人本是乔国老，撩袍端带走着银安，连连的摆手说声：“不可不可，子敬，咱莫拿关羽当作等闲。昔日里他们弟兄桃园来结拜，博马乌牛祭地天，头一阵大破黄金兵百万，二一阵刀斩华雄九尾寒，虎牢关前一场战，那张翼德枪挑了吕温侯他的那个紫荆关，老黄忠能射那百步穿杨箭，这赵子龙的一杆长枪令人胆寒，马超马岱两员将，有一个紫脸的将军名叫魏延，关平廖化多么英勇啊！我听说有一个鲁莽的周仓，可实在真难缠。”鲁子敬听罢，连连的摆手说声：“无妨碍，无妨碍，老太师你把心放宽。现如今刘皇叔够奔了西川去，保驾的军士庞士元子一去，在落凤坡遭了大难，把一个治国的庞统给乱箭穿。刘备写书来求救，奔请诸葛卧龙贤，诸葛亮率领的大军前去救驾，那些个能征惯战的将军们全都奔了西川，现如今独剩下关公一人把守荆州地，就让他孤掌难鸣也算枉然。”鲁子敬转过身来面对大家把话讲：“众位将军，你们请听言，哪一家大胆过江把书下聘请的关羽到泽这边，谁要是请来了官夫子，职上加职，官上加官；谁要是请不来的官夫子，杀死人头挂高杆。”言还未尽，有人搭了话，小黄文迈步走进阴暗，口尊声：“主公，为臣我愿往，我万死不辞过江下书到他那边。”孙权点头说声：“好，你今天到了荆州地，见着关羽要随机应变，巧答言。”黄文磕头说：“遵旨。”你看他午门以外上了他的马雕鞍，来到江边甩凳离鞍，下了坐骑迈开大步上了船。小黄文催船来得好快，眼前来到了荆州关城上的儿郎高声大喊：“呆，
胆大的奸细稍要近前，我们这里有灰瓶炮子要你的命，再往前有滚马雷石往下翻，黄文在船头高兵手，哎，休拿我是奸细道，我本是东吴派来的下书官，城上的儿郎不敢怠慢，急忙忙下了城楼，走进帅帐，跪子平川报禀报夫子爷，东吴派来的一个下书官，关羽的座上把令传，小黄文随令进了帅帐，你看他头顶着书信跪在平川，关平接书递给了关羽看，朗朗的言辞写的上边，上边写鲁肃顿首拜，拜着亭侯胡驾前，我们两国本是交界地，两家和好莫结怨，我在江边设摆了宴，聘请您老到这边，您若是来了真君子，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。关羽看罢冷寒笑，我那暗骂东吴的黄口蛮，你哪是秦某虚敷衍，分明是为的某的这座荆州关叫黄文，某家休书不及，你替某转拜卢子敬，就替某明早红日东升到你那边。黄文磕头说声好，你看他抱头鼠窜往外翻。黄文回国我且不表，马良先生来的帐前尊亭侯，这酒不是好酒是时雨，宴不是好宴是时言，依我看赴宴不如不去的好，怕着怕酒席宴前惹祸端。关羽听罢微微冷笑，哎，先生你胆小，是个文官，曾经的某郭吴关连斩六员将，到亲戚黄河滩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，小小的沟渠能把船翻。马良闻听朝后退，意思关平到帐前尊父帅，明日赴宴多带人供马，怕着怕酒席宴前惹祸端。关羽听罢残眉皱，哎，胆大的纯子你敢多言，明日赴宴我有心多带人供马，怕着怕东吴的将官小看咱，到明天我单刀一口去赴他的宴，就得周仓将一员，我命你搜查死门房间隙，一到夜晚城门早关，到明天你同廖化带领着500弓箭手迎接副帅转回还。吩咐已毕，天色晚，红日滚滚落西山，叫从人给爷备好了春秋安，告别灯烛罢书关，先关了一套江吕望水旱埋伏13篇，又关二套孙武子雷炮分兵在阵前，关书关到了三更天，爷的后帐去安眠，一夜的无书我且不表。次日东升5月13，关平备好了赤兔马，赤兔马扣进了紫金鞍，关羽在滴水岩前把马上，有周仓肩扛着大刀跟在后边，主仆二人来得快，见一道长江把路拦，关羽的帅等离鞍下了马，见江面上早就预备了一只大官船，船罩定了青纱帐，下边铺的本是星星红毡，船头上放的了一把金交椅，关羽上船坐在上边，关羽的虎驾船头上坐，水手一见不怠慢，急忙忙起锚车跳就开了船，正赶上顺风来得快，恰好是弯弓箭离弦，关羽的虎驾船头上坐，慢闪二目把江景观，但则见碧点点的青天，红扑扑的日，是魏耸耸的高山叠翠翠的盘，孤零零的江亭，黑漆漆的住书落了村庄一目然，远方关山远方远，影影超超雾满满，一望四野天连着水，日照波光万丈滩，紧紧的波涛层叠叠的浪荡荡的，微风稳稳的船，周仓大喊，嘿，好大的水，关羽关水，手捻长髯，
这水可不叫个水，好像老夫我当年杀贼的英雄血一般。20年前争天下，舍死忘生为江山。年少的周郎今何在？能争的吕温侯他又在哪一边？青山绿水依然在，不觉老夫我的两鬓斑。且不言关羽关江滩，再表着东吴报事的蓝旗官，报是报给卢子敬，报关羽道。鲁肃闻听不怠慢，带领着人马来到江边，来到江边，哨的凉棚用目看，见上水风吹如梭，来了一只大官船，一杆大旗飘火焰，斗大的官字露出了多半边，青纱帐罩定了两员将，杀气腾腾好威严，绿缎子扎金头上戴，面如重枣一样斑，卧蚕眉丹凤眼，胸前飘洒着乌溜美长髯，绿缎子皂袍分荷叶，内衬铠甲锁连环，肋下跨定了昆吾剑，虎头战靴二足穿，身背后站定了一员将，恰好子猛虎下了高山，荷叶盔一顶头上戴，乌油铠甲身上穿，浓眉阔目刚须大的面子滨州铁一般，山石指似把钻在手中托，偃月刀的刀青龙龙吞口口和鸡周公一宝他的宝刀以上镶金环，猛听得苍的啷啷一声响，倒把江水给震翻。卢肃看罢两员将，虽然不怕心里胆寒，我江边设摆了宴，怕只怕旷古容易擒虎难。卢肃这里边按传令，大小的儿郎你们听言，但等着金钟一声响，你们齐心协力到帐前，拿一家把关羽给我们拿住，职上加职，官上加官，拿一家放走了周官两员将，杀人头挂高杆。这就是关云长武十三单刀赴会一个片段，到下回舌战卢肃留下了美名万古传。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规矩论》，表演者尚九锡、何九华。相声大会节目一场接着一场，是，这场是我们二位表演，哎，上台得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嗯，我叫尚九锡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哦，不值得一提，真客气。站在我边上的这位啊，我的搭档是叫何九华，哎，这是我，哎，人家相声说得好，哎呦不敢。您看啊，我们这个相声演员、啊、上台来都穿着大褂，对，一对一对的，啊，都是，这就是我们的规矩，哎，传统相声就这样。另外呢，啊，桌子上面的这是我们的道具，哎，是，随手啊，啊，拿起来一个，什么呀？这是，这就是。手绢，哎，手绢大伙儿都知道啊，但是在我们舞台当中呢，拿起来得有它的作用，哎，得用表演呀、啊、您看啊，嗯，这拿在手里边啊，这就是一本书，哎，这就是书，哎，也可以是一张纸，哦，卷起来，这是手纸，哎，手纸像话吗？行了行，别学了、哎、别学了。这个另外呢啊，这个做人物区分呢啊，这个也用得着，哦，好比方说呀、啊、打开了是这个一般 啊包个头，哎，往头上一裹、哎、小媳妇儿，哦哦，这个呢还有小姑娘啊，咱们也得演啊，是小姑娘啊，哎，来呀，哎，您这不是小姑，您这等活儿去了是怎么着？这怎么了？废话，抖楞什么呢？小姑娘斯斯文文的，您这人物嘛，什么人物？缺活是怎么的？您这是手绢的作用，你撂下吧，撂下吧。另外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这小木头，它叫醒木。哎，对，大伙儿都知道啊。嗯，醒木怎么比可乐好喝？对，它这个味儿多，哎，水果味儿。哎，行了，哪个醒木啊？木头的木。对，它反也叫醒目，哎，对，它有它的作用。什么作用？一般啊，这个说个评书啊，单口相声，对对，有个什么定场诗的啊，用得着这个。哎，是。再有啊，啊，就是这个扇子。哎，扇子，大伙儿都知道啊，这个东西是拿来扇风用的。哎，生活中是。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，不能扇风。哦。它有它的作用。什么作用？拿在手里边啊，这么着，嗯、啊，这就是笔。哎，这就是笔，毛笔。哦，毛笔。哎，这是刀，这就是刀。哎，另外啊，
背在后边。嗯，剑。啊、哦，这是剑。哎。啊、哦。剑指。哎呦呵。指剑。哎呦呵。指谁谁剑？哎。我看你就够贱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干嘛呢？这是扭什么呀？耍贱？您这说它的作用啊？这个啊，什么着？这是什么呀？痒痒挠。啊嗨，哎，痒痒挠，鞋拔子。嚯，甘蔗。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呵，你怎么那么恶心呢？刚弄完鞋拔就啃呀、啊、就。代替嘛，就不代替就说就完了。这是我们说相声演员用得着的他的工具哦。再有就是过去老年间有这么一句话，什么呀？形容扇子的作用。什么说？文胸五度僧道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您不明白啊？啊，不太明白。我分开了给您讲讲。哦，分开说。先说这个文胸。哎，文胸呢，大家伙都知道。这个东西嘛，它是很常见的啊。对对。哎，文胸嘛。哎，是。你怎么了？不是你说扇子，你说文胸干嘛？你我说哪个文胸？不就是这文人扇胸口？你以为呢？我也以为文人扇胸口呢。拉倒吧！怎么了？您我在你眼睛里头看见蕾丝边了。嚯！哎，您知道可够多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你这人就往歪了领。没有，您不是文人扇胸口？对呀、啊，过去老年间文人呢用的扇子跟我们说相声的不一样哦。哎，比我们的小，嗯，就是那种把玩的，哎，文玩的扇子。哎，十里河常见啊，是 是、哎、卖这种扇子。嗯，他们打开呢，不是大开大合，是就打一半，哎，半开，哎，扇胸口啊、哦，显得文气啊，这么个文胸。哎，哦、来一回学一下。哦、年胸，嗯，年底。最近温书了吗？哦，温了。嗯，温的什么书？嗯，时尚芭莎。哎，瑞丽。哎呦呦呦呦！细微。行行行了、行了，什么文人看新微？你告诉我，不是与时俱进嘛？那也没有看那书的，这是文人扇扇子的规矩。哦，文人扇胸口。另外呢，哦、五度，这什么意思？习武之人啊，嗯，扇肚子。哦，练家子扇肚子。哎，他们啊。说话瓮声瓮气的哦，哎，膀大腰圆，嗯，扇子呢打开的大，是也跟我们这扇子不一样，他们那是大蒲扇，哎，蒲扇，哎，扇肚子，嗯，来一回啊，哦，二哥，哎呦呵，二弟，嗯，最近练了吧？嗯，练了，嗯，河边踩死俩马，嚯，什么马？啊，蛤蟆，哎，蛤蟆呀，没听练武的踩蛤蟆，这叫什么功夫？您告诉我，轻功啊。踩蛤蟆叫轻功，不好来。这有什么不好来？砰砰不就踩死了吗？这有什么呢？不是你踩死一个，那个不跑啊。人一块儿踩死俩 ，double Q， 还 double Q 你，哎，不像话，这是轻功吗？这不就是瞄准的事儿吗？就是。那你来这个，那一看你，那肯定跑啊。你还挺萌，还给我学一蛤蟆，肯定那跑呀你。不好来。那倒是不好了，对吧？也没有踩蛤蟆的，知道吗？这是习武之人扇肚皮哦，就扇肚子，哎，就扇哦。还有就是僧道领，这什么意思？和尚老道啊，啊，扇领口哦，和尚老道是吧？大伙儿都知道 和尚老道那个衣服和我们这个不太一样啊，那是大襟儿的哦，哎，这边叠这边啊，搭过来的，搭过来这边一系，啊，一个大的啊，像 Y 字形的那么一个领子，还斜的哦哦哦，哎，这样的，他们一般都是。把这领子撩起来哦，往里边扇风哦，往里灌风是吗？哎，对，哎，你先等会儿，怎么了？您这撩起来，大这不都走光了吗？这不往里扇，哎呦，又看见文胸了。行了行了，哎，我问问你啊，和尚老道有什么可看的？我你这个人爱好很奇怪啊。啊，保不齐有好这个。也就你好吧，就是搭好了，哎、对，搭好了，不至于带那么大，知道吗？人里边还有衣服呢，哦，还有、哎、是吧？是，再来一回啊！啊、哦，师兄，啊，师弟，是，最近法事如何？嗯，哎呦，刚去了一趟白事儿，嗯，刚到本家啊，就让给打出来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是啊，本家还没死呢。哎嗨。这打死都不多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打哪儿了？啊，行，问问。就这儿吗？哎呦呵，哎，真疼！哎，我给你揉揉。你先，哎哎哎哎，可疼了、哎！你先等会儿。怎么了？这俩是正经和尚吗？这个，互相关爱吗？关爱也没有这样，是干嘛呢？这，
gay 僧。gay 僧，那就不是正经和尚，知道吗？这爱好不太一样。我说怎么撩开了山呢？这就说这意思吗？这也是接活来了，是怎么着？没有这个，没听说，没有这样，这干嘛？俩人互相关爱，就关爱，就说就完了啊。友情甭爱抚，这激情，这是、哎、什么友情？这激情，哎，行，什么情吧？反正就是，这就是文胸五度僧道领。哦，这么讲这扇子。对呀、啊哦，这是扇子的规矩。是是。再有呢，就是生活当中啊，行动坐卧走，这都有规矩。这有什么规矩？最简单了啊。啊。挠痒痒啊，快痒痒，这也有规矩。这有什么规矩？您看啊，啊，上边痒了往上挠，下边痒了呀、啊，哎，上边痒了往下挠，下边痒了是往上挠。你先等会儿啊，你刚才说的有点乱，我不太明白。刚才都给我搅和烂了。不是，我不太明白这什么意思。不明白啊？ 啊， 啊，咱简单学一回啊。是是。您看啊，好比说，这就是夏天了啊，全都是蚊子。哎，对，我坐家里边啊，啊，玩电脑。嚯，英雄联盟，走、啊、玩游戏呗就。哎，蚊子来了啊！啊，嗯，这蚊子怎么浪不嗖嗖的呢？落脸上了啊！行，哟，蚊子，啊，走！嚯，真打，全是血啊！啊，你打死了呗就。First blood， 好，又打咬我！哎，行，咬了就。哎呀呵，你跟蚊子发什么狠啊？你这气死我了！咬了呗就是。有点痒啊，挠挠吧。上边的是不是往下挠？哦，上边痒往下挠。另外啊，嗯嗯，您看下边的，嗯，还是夏天啊、哦，全是蚊子啊啊，坐那儿玩电脑啊，玩游戏。哎，英雄联盟，哎嗨，还没换这。蚊子来了啊啊，嗯，哎呦呵，嗯嗯啊，行，哎、啊，落腿上了啊。咬我，弄死你！哎呦呵，让你咬我！哎呀，行了，别跟他聊天了啊。腿有点痒啊，啊，挠挠吧。是，你看，往上挠。哦，下边痒往上挠。对，这就是挠痒痒的规矩。挠痒痒还有这规矩？嗯，我觉得也不对。怎么了？您想啊，是不是痒痒？对，这解痒就行，怎么挠都行。什么意思呀？哎，这么说吧。您刚才说那个，咱颠倒一下，就是上边痒往上挠，下边痒往下挠。这你说的？哎，解痒就行啊。再来一回。来一回啊。还是夏天啊，全是蚊子。是，我坐那儿玩电脑啊。还是英雄联盟呗，扫雷。哎，嗨，你这落差太大了吧？是不是？哎、甭管了，蚊子来了啊。啊。哎，我现在就想碾死你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老学这干嘛呢？不是。母蚊子嘛，呵，媚气。哎呦呵，这公的也不咬人啊。哎，行，别学了，就说蚊子来了就完。落，哎，落脸上了啊。啊，是是。走。啊。咬我。嗯。弄死你。有点痒啊。痒痒呗。挠挠吧。往上挠。走。哎呦呵。哎。好看吗？下边，哎，坐那玩电脑，蚊子来了。哎，那有什么呢？这个，我不学了。这学他干嘛呢？落腿上了啊！哟，走，咬我，弄死你！就什么？弄死你！这回掉过来了是怎么着？这有点痒啊，挠挠吧。啊，下。往下挠，往下挠，怎么那么费劲？哎、走，走，哎，我看见皮影了，知道吗？好看吗？上面下边都咬了，一挠，哎，哎呦呦呦呦，行了，挨一蚊子咬成猴了，是不是？不合理，变异了，不好看。那当然不能这么对吧？这不像话啊！这还有规矩，这就是规矩哦。再有就是走在路上，嗯，想个人什么的也有规矩，这还有规矩。好比方说啊、哦，我们两个认识，这个突然间呢，我懵住了，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记不起来了，哦，我就得拍这儿，一拍这儿就能想起来你叫什么。想人就拍这儿，对呀、啊，
咱来一回行吗？来一回，我没注意过。咱假设遛弯啊，行，咱俩碰见了啊，巧遇，好啊，来一回，来一回。哟，上九溪。哎呦，您别说啊，这怎么能想不起来？叫什么来着？想想想，好好想。何九华，还真说对了。哎呦，干嘛呢？哎，我出来转转呀。您看，是不是想人名就得拍这儿？一拍这儿就能想起来，这就是规矩。想人就拍这儿。对啊，我觉得不对。怎么了？您想啊，这想人是大脑的活动，是手上是一个附带的东西。嗯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摸哪儿都行。什么意思？就摸哪儿都能想起人，脑子转就完了呗，无所谓摸哪儿。对呀、啊，咱再来一回，来一回。上九溪。哎啊，没事，好好想想，蒙住了可能。就是，哎，何九华。哎嗨，哎呦，想起来了。像话吗？你想人，你这暗爽什么呢？你这不是他拍哪儿吗？无所谓吗？你是不是那gay僧啊？你这不无所谓啊？你摸屁股想人像话吗？这不像话吧？哎呦，胡琢磨的，根本就不像话啊！那倒是，对吧？啊！但是话说回来了啊，作为相声演员，我们最有研究的还得是语言。哎，语言的艺术，不同的场合，不同的地点。这个人与人之间啊，啊，说的话多与话少，它就不一样啊。您等会儿吧，嗯、就是说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场合，决定着话多与话少。对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我问问您啊，嗯，哪儿话多呀？这个饭馆的话多。饭馆是啊，是吗？好比方啊，这就是饭馆。嗯，我坐着点了一桌子菜，哦，刚吃没吃呢，哎，一抬头啊，瞧见您了，哦，看见我了，哟，嗯，何九华啊，上九溪。您这儿吃呢？啊，这儿吃呢。您天天这儿吃啊？天天这儿吃，还告诉您啊，每天下了班就这顿，准这儿吃。您就不加吃去了？啊，不加吃去了。您看几点了？他们娘儿几个在家都吃完了，我在这儿呢，随便凑合吃两口就得了。这么的，您跟我坐一块儿。哎，别，咱俩一块儿吃。哎，不，嗯，这儿也坐不下，我走了。您干嘛？我走了呀。你怎么走了？嗨，我吃完了。别走啊！干嘛呀？找我两口热的。哎，我真吃完了。喝两口稀的。哎，改天吧，行吗？真不行了，今儿还有事儿。行吧。那回头咱电话。哎，电话联系。电话联系，行吗？微信。哎，还微信哈。好吧。行。您看，话是不是多？哦。但是显得多吗？啊，倒是不显多，显得俩人关系特别的好。哎，显亲戚。对呀、啊。是，这是话多的地方。哦，饭馆。是啊。那话少的呢？厕所。厕所话都少。是吗？一般啊，嘴多，两句话。两句。哎。哦。带纸了吗？啊。带了。哦，带。完事了。哎，就两句啊。不能再多了，顶劲。四句话。四句什么样？带纸了吗？啊。没有。哟。怎么办啊？啊。晾着吧。啊嗨。这人什么脾气？晾干了走是吗？不能再多了，这种地方就不能多说话。不能多说话。对，我问问您吧，嗯，您该说这俩人关系怎么样？好，特别的好，好哥们儿。哎，走得近。我觉得不对，这俩人关系不够好。这还不够？当然了，要好应该有的聊啊。不可能，那地儿没法聊天。怎么不能聊天？不可能聊，哪儿都一样聊啊。在那说话不合适，他显亲近呢。不可能亲近。怎么呢？找个话题不就聊了吗？没话题。有话题。什么？有？怎么没话题聊天啊？能聊什么呀？抬杠！你这么着，哎，是，哎、啊，你把饭馆那套话挪厕所聊来。你说的。我的主意。这就不是饭馆了，行，改厕所了，改厕所。哎，我们一厕所啊，哎，我看见你，看见我了，咱俩都在这个厕所呢。哎，先别形容这环境了，嗯，啊，哟，啊，何九华啊，上九溪，您这儿拉呢？啊，这儿拉呢？您天天这儿拉？天天这儿拉？还告诉您 啊，每天下了班就这泡啊，准这儿拉。您就不加拉去了？不加拉去了。他们娘儿几个在家都拉完了，我在这儿凑合拉点就得了。这么着，来，咱俩蹲一个坑。哎呦，别，来，这蹲不下，我走了。你干嘛？我走了。你
你们走了？我拉完了。别走，别走啊！怎么着？找不两口热的？哎，去你的吧！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五宏图》，表演者刘九思、董九力。给您换一场，哎，给您换一场，是相声大会一场接着一场。对了，刚才那俩 gay 啊，哎，说的不错，像话吗？啊，俩 gay 像话吗？那两位。对了，哎，刚才那两位 gay 啊，哎，说的确实不错，还是 gay 僧，你知道吗？有生活，哎，是，要不然怎么知道这么山呢？嗨，是不是？是，嗯，你疼吗？我给你揉揉。不用了，哎，嗯。演得挺好，哎，非常卖力。规矩论是一个传统的相声，哎，对，哎，两位卖力气，嗯，这场换下去休息休息，哎，是，把我们哥俩换上台来，我们小哥俩上台来得先做个自我介绍，哎，让您认识一下，我叫刘九思，哎，是您德云社九字科的一个小演员，哎，没错，哎，没什么名气啊，哎，您谦虚，说到哪儿到与不到的，您各位啊多多包涵，嗯，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，嗨。到完了，这是我的搭档，哎，是叫董九力，哎，是我，相声说的好极了，哎，您捧我，我们九字科里面，嗯，佼佼者，哎呦，这不敢当，哎，一个出类拔萃的演员，嗨，您别这么说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敢，不敢，我跟人没法比啊，怎么呢？人家啊，嗯，学相声打小做科，哎，是师傅一口一口喂的，嗨，我能跟人比吗？你怎么呢？我对于相声来说，我是半路出家。啊，以前不是干这个。哎，我打小不是干这个的。嗯，那你以前干嘛的呀？我以前啊，嗯，我是个科学家。好像您这是磕着哪儿了？您这，我干嘛磕着哪儿了？我这不捂脸着干嘛呢？你科学家，就发自内心那种喜悦。好家伙，您是发自内心被磕着了，我看见了。我科学家，哎，不是，我听你这话好像不信是吗？有点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怎么呢？中国，嗯，咱们北京啊，嗯，有个中国科学院啊，您在那儿工作？我从那儿路过。哎，谁没路过过您？你路过是真正路过呀？那您，我是回忆一下以前的工作。哎，真在那儿干过？哎，我在那儿干过。那怎么不干了呢？不是你看，你这就你就不懂了。怎么呢？这你就外行了啊。嗯，说这个中国科学院，简称中科院。是啊。它底下有很多的分支机构，哦，比方说啊，您说，物理研究所，哦，生物研究所，有，化学研究所，有，野鸡研究所，嗯，您等会儿，这个在东莞附近，哎，行了，别说，我们的分支机构，您还上过夜班是吧？您哈，干嘛夜班啊？您累不累您？沿海城市嘛，好发展嘛，哎，是得对身体素质有一定的要求，嗯。你说什么呢？那本来那么东莞上班呢，还东莞怎么了？那还出差呢，不是？你听成什么了？那不是野鸡研究所吗？又牙碜！那相声演员说出来话牙碜，哎呦！那怎么了？你说还野鸡？哎呦，我都说不出来啊！我们说那是冶金研究所，冶炼金属研究所。你以为呢？我也以为冶金研究所呢，你太脏这个人，你不亏心就行，嗯，哎，反正这么多研究所啊，是，嗯，下边有很多的科室，是吗？每个科室里边有很多科学家呀，嗯，大家共同研究一个课题，嗯，研究出来成果算谁的？算谁的？算大家伙的呗。不能，不能，不是你这什么状态？您这是？我不能那么臭这便宜。那怎么着呀？算我一人的。不是您这不合适了，你大家伙研究出来的成果算你一人的，我出力出的多呀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所以咱不跟他们玩了，那这好人性。嗨，我出来单干，干什么呀？搞科研呢？谁是科研呢？不是，咱别说这个好吗？您不东莞上班？搞科研就是搞科学。哦，科学研究啊！对了，科学研究啊，就自己单干了呗。哎，对了，单干了，个体户科学家就是我。哦，就是您。哎，就在咱们天桥啊。嗯。我找一个把口的地儿。是。弄个小推车。嗯。弄个小冰柜。嗯。来个遮阳伞。卖冰棍的。我干嘛卖冰棍的？这，白大褂，这小太阳伞，还一冰柜，这不是卖冰棍的吗？你。
哟，你这个人什么都不懂。那您，我那冰柜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我里边放的东西你都没见过。什么呢？我放那种就透明的，嗯，就是圆柱形，嗯，圆柱形的那种，圆柱形在里边冻着，圆柱形，哦，这么长，啊，哎，谁要来一个？这要来一根，来，啊，知道了，冰壶，嗯，冰壶像话吗？这不还是卖冰棍的吗？不是，玻璃的，玻璃底下是圆头，哦，上面有个沿儿，试管。对了对了，就是它，就是它，啊，试管，就是它，对，这叫什么管？试管，试管，不是您知道不知道啊？我能不知道吗？我科学家呀。就是什么化学针剂。对对，就是那管培养培养皿什么的。太对了，就是它，就装小皿，就是小皿。这冰柜里还有人呢是吗？你怎么有人？就你培养皿。对了，培养皿。哎，对啊，就是它。那我听着含糊。就是它。嗯。哎，谁有个不懂不会不明白的啊？有什么需要帮助来找我。哎呦，我给你解答。嗯。收点钱。哎呀，好，赚点外快。啊，等会儿，不对。那怎么还有个小推车呢？预备给城管呀。他追我，我不能抱着冰箱跑吧？好家伙，我得推着呀。哦，对，你科学家还怕这个呢？那我也是个体户，想甭提您那个体户，好家伙。所以，我个体户，科学家。哎呦呵，正经的，咱是做科学的科学。哦，您都研究什么呀？研究什么？嗯，我研究这课题啊，各位，嗯，说出来吓你们一跳。哎呦，什么呀？听都没听过。嗯，叫万能自然学，听过吗？倒没吓一跳，没听过倒是。嗯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这万能自然学，嗯，特别广，知道吗？怎么叫特别广？就是包罗万象。怎么个包罗万象？那我直接跟你说，你可能听不懂啊。您说，我问你问题。嗯，看啊，嗯，说这个天和地，你能分得清楚吗？好，我大傻小子。天地我再分不清楚，你能分清啊？当然了，这上边是天，下边是地啊。哎，我不用你说啊，嗯，我怕你拿着大顶走啊。没有，反正就是天和地，嗯，这两者之间哪个为阴，哪个为阳？好，就这问题。对了，小孩都知道啊，天为阳，地为阴呐。你看，那怎么呢？拿起嘴就说呀，这人怎么叫拿起？说错了，哪儿错了？说错了啊，没错啊，天为阴，地为阳。不是，我觉得您这才说错了嘛，你这有依据吗？有啊。那天为什么为阴呢？你看啊，你知道下雨天吗？嗯。下雨天之前，嗯，要下雨没下雨的时候，嗯，你叫这天叫阴天呢？有叫阳天的吗？你叫，哎呦，今天阳天啊，拿伞。那我真成傻子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不是？那地为什么为阳啊？你看，嗯，现在春季到来，是大地万物复苏，嗯，什么气上升啊？阳气上升。有说阴气上升的吗？那是坟地，还是啊？对，对不对？嗯，讲理。天为阴，地为阳，而且还这么跟你说啊？您说，天地生阴阳，阴阳生五行，知道什么叫五行吗？还不知道。嘿，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。哦，这是五行。哎，我的结论就是啊，什么呀？世间万事万物离不了这七个字儿，哪七个字儿？阴阳金木水火土。您这大科学家说的太绝对了吧？这一点都不绝对，毕生的心血呀！还世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。哎，对了，七个字儿。咱这样，不是我这人矫情啊，我就是咱聊天说，哎，我随便说上一样，算万事万物吧？可以啊。能挑上来阴阳金木水火土吗？行啊，是这话，没问题。咱远的不说，嗯，咱找一眼巴前儿的。眼巴前儿的，你说这桌子，这桌子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？就这桌子，嗯，太有了。那您给说说，这桌子哪儿为阴，哪儿为阳？我先说阴阳。对了，看清楚啊，嗯，这个桌子啊，嗯，它外边为阳，反之里边为阴。里面为阴。哎，对了，你先说桌子外面为什么为阳？你看，嗯，这个桌子往这一放啊，是灯光照得着，嗯，放到室外呢，阳光照得着，这个桌子外边吸收光线紫外线，所以为阳。那里面为什么为阴呢？反之啊，嗯，桌子往这一放，是灯光照不着里边，嗯，你放室外，阳光晒不着里边，嗯，吸收不了光线紫外线，所以，嗯，就为阴了。哎，还有点意思。哎哎，桌子有金吗？桌子有金呢。哪有金呢？你看这桌子是什么材料的呀？木头的。哎，对了，嗯，这个木头它不能自己变成桌子呀。
当然了，那木匠师傅做的。哎，木匠师傅用什么做的呀？奔凿斧具。这奔凿斧具又是什么做的？铁的。哎，这个铁字怎么写？哎，大科学家铁字不会写啊。这边一金字边，这边一，别说了。怎么呢？别说了，有金了。哪有金呀？有金了。我告诉你，这边一金字边，这有金了。金字边也算？哎，我们这科学特别严谨，沾什么算什么。哎，沾金就算，沾金就算。嘿，行。哎，哎，得了，桌子有木吗？桌子有木啊。哪有木啊？你看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，嗯，我估计你可能到点该吃药了吧。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桌子什么的？木头的。哦，对，是不是？桌子本身是木的。哎，这桌子有水吗？有水啊。哪有水啊？你看这个桌子是什么材料的？木头的。木头之前是树啊，树要想茁壮成长，它离不了阳光跟雨水呀。有水了，嘿，这科学家还引导着你去理解，哎，有点意思。有水了，行，这桌子有火吗？有火，哪有火呀？这桌子啊，嗯，劈了烧火。好的，这队长不杀了你们一会儿，多好啊！人后台还用呢，你这桌子本身哪有火？桌子本身也有火，哪有火呀？说到这个桌子的火呀，嗯。咱就得往前说了，往前。哎，话说在解放前，是好一竿子指解放前去了。咱们国家呀，有这么一族人，嗯，叫燧人氏。啊，燧人氏，他们的儒。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好像我拦您一句吧，好像。燧人氏啊，那不是原始社会吗？那好像那是解放前呢，您。哦，原始社会就不是解放前了。那当然了，那依着你是文革后的。解放前，哎，解放前还是啊，你这么说太合理了。对了，别给科学家抬杠，知道吗？哎，是太严谨了。我们科学特别严谨，嗯，什么都按解放算。是，嗯，哎，说在解放前，哎，一大前，对，一大前，哎，对，我们国家有这么一族人，嗯，叫燧人氏，嗯，哎，他们呢，发明了一种取得非自然火的方法，嗯，叫做转木取火，有火了，还真是。是不是？对对对 对， 对。哎，而且有句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说的呀？木能生火，树老自焚。哎，有这句。哎，这木头里边就沾着火，还真是，对不对？哎，有道理。哎，这个桌子有土吗？有土啊。哪有土啊？你看，哎，这桌子什么材料的？木头的。这个木头之前是树，树长在哪儿啊？长地上。什么地呢？土地。有土了。还真是， 对， 对。哎，是不是阴阳金木水火土七个字都有？对，柏油马路上没有长树的。对呀，啊，哎，对对。所以说，世间万事万物离不了。行，有道理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您看这啊，嗯，这光找上一桌子来，八成是你蒙的，知道吗？蒙的。哎，对，我再找一样，行吗？行，行，没问题。吃的行吗？吃没问题。万事万物吃的不是东西吗？行，得嘞。哎哎，苹果，苹果。我后台刚才上台之前，我吃了一苹果。哦，您就说这苹果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？太有了，哪有？哎，我们把一个苹果拿过来仔细欣赏一下。嗯，它一面是红的，嗯，一面呢是青的。啊，对呀，红的这面就为阳，青的那面呢为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红的这面阳光照得着，吸收光线紫外线，所以它晒红了。反之，青的这面阳光照不着，吸收不了光线紫外线，所以还是青的，它就为阴。明白了，太阳晒得着为阳，晒不着为阴。行，哎，啊，这苹果有木吗？先说金行吗？行，说金。苹果有金吗？那个木我得想想。嗯，苹果有金。哪有金呢？苹果有金啊。嗯嗯，各位是。iPhone， 哎，5S 土豪金，怪不得你先说金呢，哎，穷疯了是？怎么了？没听说过，我后台没事嚼手机玩，我寂寞是吗？来个 iPad 也行。没听说过。怎么了？那吃的苹果？哦，吃的那个？哎，对，哦，不是那个，哎，多新鲜哦！有金吗？有金，哪有金呢？有金，你看这个苹果啊，嗯嗯，它长在什么地方？长树上，哎，嗯，等到它成熟的时候，你需要去把它摘下来。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？拿剪子剪。这剪子什么做的呀？铁的呀。铁字怎么写呀？这边一金字，
有金了，有金了，行行行，是不是？行行行，有金了。苹果有木吗？苹果有木啊，哪有木？你看，你刚才说的苹果长在哪儿？长树上。树是什么的呀？木头的。哎，还是啊，是 是, 是，有木啊。哎，这个苹果有水吗？当然有水了。哪有水呀、啊？你吃苹果，你得洗洗、啊。你洗完吃健康。行行行行，不像话啊！这个淋上去的不算，哪儿本身哪有水？淋上去不算。对了，本身得有水。哪有水啊？咱们把一个苹果拿过来，嗯，咬一口，嗯，它会流甜水啊，有水了。哦，而且水果嘛，嗯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苹果它本身就有水分呢，没水分那是核桃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没听说过，是不是？是是，这个苹果有火吗？有火呀。哪有火？哎，等会儿，这我来。来，这我知道，交给你、啊。在这个解放前呢，是，哎，有这么一族人叫随人士人，哎，对吧？对对 对, 对，哎，他们发明了一种技术，叫钻苹果取火。哎，这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叫苹果老了能自焚，苹果能生火。怎么样？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我主治大夫来了，你。那你在外边这么傻，你家人知道吗？不是，不是什么？这不是你教的我？我教你那是木头，傻小子，苹果能转吗？那苹果怎么着？苹果你得一手一个来回蹭啊，火石啊，多好啊！你没听说过你、啊？你说这苹果本身哪有火？苹果本身也有火，你甭瞎说，哪有火？有火，哪有火？你别催我，哪有火？有火有火，你不哪？你看这倒霉玩意儿吃什么苹果？败火呀，有火的。有火败火，我倒霉嘴都怪我了。哎，苹果哪有土啊？苹果有土啊。哪有土啊？苹果长在什么地方？长树上啊。树长在哎呀，长地上，什么地？土地。太对了，好家伙，得了，嗯，行，这个大家都明白了，嗯，他也学会了。啊，等我呢，嗯，妇联有个会，哎、我得去开个会。妇联好的，啊，您回来，告辞，告辞各位，别告辞，您回来吧。啊，我告诉您，我还有个问题。干嘛？您还得帮我解答解答。还有问题？哎，我这人笨，我理解的慢。好好好，行吗？我再换一样，你说行吗？您说这个山里红啊，它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？山楂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哎，您知道？哎，又叫红果。哎，对对对吧？啊，对，你这人就笨，怎么呢？就是笨啊！是是是，山里红是不是水果？是。苹果是不是水果？是。哎，你拿山里红啊，拿苹果这套往上面套，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哦，对 对, 对。这样，我先去开会去。啊，对对。啊，您这边忙着。啊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您等会儿，别着急。干嘛？是这样。哦、我笨，您再教我最后一遍。最后一遍。哎，对。行，最后一遍啊。啊，行行行，谢谢您。您看，您这样，您就先给我讲讲这个山里红。啊。哪儿为阴，哪儿为阳？简单。嗯。咱们把一个山里红拿过来。嗯。仔细欣赏一下。哎，您慢慢欣赏。它红的这面，嗯，就为阳。对。反之呢？啊。它。这山里红的都是红的，对，那都是红的它就都为阳。对了，对吧？太对了。嗯嗯，都是红的都为阳，它就没有阴。有阴？哪有阴？你把它掰开了，里边什么色？白色啊。找着阴了。哦，外头找不着，跑里头去了。哎，行，多好。算您说上了。哎，山里红有金吗？山里红有金，哪有金呢？你想啊，嗯，山里红长在什么地方啊？长树上。哎，等到它成熟的时候，你需要去把它摘下来。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的？我拿什么摘下来的？对了，我拿竹竿崩。哎，什么？竹竿崩。你看各位，嗯，人说的清楚，您听得明白。哎、对，人拿铜竿崩。对，不对，等会儿。不是铜杆儿啊，竹杆儿。哎，各位，铜有金字边儿，竹杆儿，竹杆儿。不是您这个帮都帮烂了。哎，甭管，我爱吃烂红果。哦，哎，爱吃这个。山里红哪有金？山里红有金，哪有金？有金，你看啊，嗯嗯，你爱吃烂红果，是你帮那么多下来，你也吃不了啊。是，吃不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得出去卖去。哎，说清楚了啊，卖山里红。啊、对对对。卖山里红去。哎，对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说到这个卖山里红讲究了啊。是，山里红有一种吃法，嗯，叫做大挂山里红。哎，对，是不是庙会上常见？哎，对了，嗯、拿馅穿到一块啊，跟佛珠一样套到脖子上，又得吃又得玩。哎，对对，是不是？是。这时候问题又出现了，什么问题？这个山里红是硬的，嗯，馅是软的，嗯，你拿什么把这个馅
穿过去的呀。哦，明白您这意思了。说这山里红硬的，馅儿软的，我拿什么给穿过去的？对喽，我拿竹签捅，我一捅一个，一捅一个，一捅一个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山里红哪有金呢？山里红有金，哎，哪有山里红有金？哎，对了，你说这个竹签啊，嗯，我想起来了，是，有一种吃法，嗯，山里红啊，嗯，离不了竹签的，啊，叫糖葫芦。哎，对，哎，这个竹签就有讲究了，怎么呢？但是这时候这竹签它之前不是竹签啊，是啊，它是竹筒。哎，没错。哎，你拿什么劈的竹签啊？我拿什么劈的竹签？哎，对了，我拿手劈的，咔咔。空手劈竹筒，哎，对了，练的这功夫，这不拉得慌吗？哎，甭管有这功夫，你告诉我山里红哪有金？啊，山里红有金，说不来劈死你。这山里红有金，有金。哎，对了，你手劈出来的这个竹签啊，嗯，它不能用，怎么呢？因为上有毛刺儿。哎，对，不规则。嗯，你拿什么修的毛刺儿啊？我呀，哎，拿玻璃碴咔哧，咔哧。哦，嗯，山里红哪有金呢？有金，哪有金？有金别急啊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你咔成这毛刺之后啊，嗯，还不能用，怎么呢？因为它是钝的啊，对，钝的穿不过去啊。哎，是得有尖儿啊。哎，得有尖。哎，你拿什么给竹签修的尖儿啊？我在地上蹭。哎，地上蹭的。哎，蹭。因为生活太乏味了吧？哎，对了，哎，山里红哪有金？有金，哪有金？有金没问题，有金哪有金？哎，对了，嗯，说这个糖葫芦啊，是，还有一种吃法。什么呀？叫加馅儿糖葫芦。哎，对呀。哎，这时候问题出现了。怎么呢？要想加馅儿啊，嗯嗯，你得有个口啊。是啊。山里红是整个的啊。对。你拿什么给它拉到口啊？哎，我拿馅儿勒。我一勒一个，一勒一个。哎，有点不会聊天了啊。哎，怎么呢？山里红哪有金？山里红有金。哪有金？山里红有金。哪有金？别急，别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嗯，你勒开之后啊，是，嗯，还是不能加馅儿。怎么呢？有糊啊。啊，对啊，有糊不能加馅儿。嗯嗯，你拿什么给它剃的糊啊？我拿呀，拿指甲抠，拿指甲抠，这多脏啊！哎，甭管，我全卖给别人，我不吃。哎，山里红哪有金？够缺德的啊！哪有金？有金，有金。哪有金？有金别想啊！哪有金？哎，对了。嗯，哎，你这会儿啊，嗯，也扣好糊了，嗯，你也穿到一块儿了，是。这时候问题出现了，怎么呢？糖葫芦，嗯，你得有糖啊。哎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你拿什么锅熬的糖？我拿砂锅熬的糖，好像够悬的。我跟你说，姓董的啊，哎，没这么聊天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人都用铁锅，你用砂锅？废话，你铁有金子边，铁有金子边。对了，砂字怎么写？一石一哨。那锅呢？一金子边。有金了。这儿等我呢。